当生活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，安全感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。为了确保我们的环境处于安全的状态，我们寻求了科学的帮助。因为如果我们向您展示现实生活中隐藏的真相，我们所认知的安全其实并不达标。办公室似乎是最理想的工作场所。当办公室变成了污染的温床，试问我们该如何专心工作？劳累的一天后，我们回到自己的卧室，想让身体放松歇息。然而，当我们的身心不断受到骚扰，我们该如何能安顿下来？为了生计，每一天我们启程出发，迎接全新的挑战，但却不知道带回来给家人的竟是肉眼看不见的污染物。而当我们尽情为生活创造美好的同时，却忽略了创造之际也将对健康带来不必要的耗损。当生活处处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，安全感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了顶级的空气净化机，以确保您和家人的生活能够无所顾忌。Hero Pro, breathe like never before.